天一晚上兴奋的没有睡好，因为我要去雅加达了。哎呀，从来还没有去过雅加达，特别期待也特别激动。去到雅加达之后会是怎么样的情景呢？ Hello Hello， 三亚许开，昨晚来到这特别激动，但时间比较晚了，然后我们就早早就休息了。但是我又起来默默的，为了今天要讲几句印尼话，我就又学了很久。我给你们考验一下我学的成果，当然没那么好。开始了。Hello， 萨亚许开，萨亚，萨纳萨格里，比萨达当格印度尼西亚，但邦嘎比萨比混当的西尼，萨亚出发萨能比萨格里姆格里安萨布瓦弗兰斯亚，萨拉鲁门都公萨亚，马克西，世界顶级的。眉毛师，眉毛师是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我整个脸就会画一个眉毛。哇，这里天气很好啊！你知道，昨天我问那个工作人员，我说最冷的冬天是多少度？你知道他们怎么说的吗？他们说25度。我说哦，这么冷，真好，这里没有冬天，欢迎大家来这里玩，记得叫上我一起，我给你们当印尼的翻译。天哪，好冷，死爱去看。好了，我们要出发了，走。萨亚比萨格迪姆格里安丹斯亚，下一个。刚结束怎么样？紧张啊，然后兴奋的激动的，本来就是想好了很多要说的，结果呢，我没想到粉丝会这么热情，然后这么激动，然后一喊我脑袋就空，超热情，没想到真的是很热情，感动，特别兴奋，我还会再来的。这次没有就是时间逛一逛什么的，还真没有，因为昨天到的时候就已经很晚了。然后很开心，我喝了一罐那个印尼的啤酒，尝了印尼炒饭、炸香蕉，然后还有刨冰。其实我非常喜欢这里的天气，因为他们这里没有冬天，我觉得特别适合生活，特别适合度假。巴厘岛啊，刚同学一直跟我说巴厘岛，让我一定要去感受一下，我一定要找机会去感受一下。早说完会再来的，然后。